何须道的御史今日进京，你拿着我的信去驿馆接他，安顿好住处，具体的事情他们看了信就会知道。还有，告诉他们，明日我当面与他们详谈。是，大人。大人，大人，不好了！什么事情？夫人，夫人和欧阳小姐落水了，老夫人已经过去了，快去看看吧。 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你别吓我！小姐，小姐，你终于醒了！小姐，啊，这是哪里？我不是在参加美食大比的庆功宴吗？ 恭喜沈小姐，这次又是冠军了。嗯，滴答滴答。对了，这次的奖金打算怎么花呢？嗯，这次的奖金打算……啊！我的奖金呢？啊！小姐，你怎么了？你谁啊？我是一直服侍你的丫鬟丹珠。丹珠？啊！不认识。 你还有脸待在这里？欧阳小姐都被你害死了，我什么时候？哎，这位阿姨，你凭什么骂我呀？阿姨，你还敢跟我顶嘴？去，你们赶紧把她送官法办。我们徐家留不了这样的人。小姐是大人明媒正娶的夫人，你们不能这样。 她是老夫人。哦，那我是谁呀？小姐，你是沈将军的嫡女，当今首府大人的夫人沈之花啊。沈之花，倒是跟我同名同姓呀。首府？你别告诉我，她叫徐燕青。哦，是啊。 这个女生也叫沈之欢，哎，可惜了，年纪轻轻嫁给大隋第一奸臣徐远清，哼，这个狗男人，作恶多端，心狠手辣。我要是嫁给这样的人，嗯，完了完了完了，名字一样就要穿越吗？徐远清那个狗男人，坏事做尽，下场那么惨。 30岁就被叛军剁手剁脚，该不会连累到我吧？完了完了完了！你说什么？大人，我们什么都没说啊。嗯，大人，他就是徐远清吧？长得倒是不错，哎，只可惜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。 嗯，这纯伦是想找死吗？不对，为什么能听到他的内心在想什么？难道是这次落水的缘故？燕青，你来的正好，快快把他赶出去，得罪了三皇子的人，罪过可不小。哎，到底发生什么了呀？小姐，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？ 今日你和欧阳小姐不知怎么了，双双掉进池塘里，等下人们救你们上来时，你们两个都昏迷不醒了。原来我是从这里穿越的呀！我记得《大隋徐贼录》里记载，三皇子送来的女人欧阳鱼，手段用尽，终于爬上了徐远清的床。徐贼录，她差点嫁给了徐远清，应该现在就淹死。干嘛？沈之欢，
如果欧阳宇死了，你也活不了，知道吗？凭什么呀？我又没有杀人，你们这里没有王法的吗？哼，王法，我就是这儿的王法。放开，要不然我告你家暴。原主可冤死了，一颗心挂在你这个狗男人身上，知道你带女人回来，伤心的躲在池塘边哭，谁知那女人为了陷害原主，还假装失足落水。欧阳宇是故意的。爹，爹，爹！哎呀，这大清早嘞，你弄啥嘞？我要当官，我要娶媳妇儿。得了吧你，你要不惹祸就不错嘞，还当什么官啊？嘿呦，你去找找我妹夫，让他给我弄个县官当的中不中吧？你少给你妹夫添乱好不好？这个咋就添乱嘛？他是当朝首辅，给小舅子安排个差事，不是天经地义吗？哎爹，我听说他有个妹妹长得挺俊的，他做我妹夫，我也做他妹夫，中不中嘞？得了吧你，你可少祸害人家，这不马上出位了吗？你倒好读书，靠个功名就行了。你靠他，他是那块料的话，还至于二十几岁了还游手好闲吗？夫人，娘，我咋就游手好闲了吗？哎，我钱袋子里的钱呢？是不是你给拿走了？娘娘，我没拿，我呢？我听人说有人在卖考题，你给乐儿看看去。弄啥嘞？哪还有钱卖考题呀？而且被抓到罪名可不小呢。那你总得想想办法吧。夫人啊，这疼啊！你跟着我干嘛呀？难不成还怕我害你这个小三啊？哼，我刚才说过，如果欧阳宇死了，你也活不了。狗男人，狂什么狂？就算救姑奶奶，我也能跑。别想跑。他不会能听到我在想什么吧？狗男人真可怕。哇，怪不得徐元清那个狗男人会把持不住，这身材也太棒了吧！还有这脸，这吹弹可破的肌肤，得花多少钱保养啊？蠢女人，为何还不动手？动，马上就动，我这不是得酝酿吗？哼，你再怎么喜欢看，也得稍微避着点吧。哼，这女人是装的吧？哪像快死的样子啊！果然小三都是戏精，我不信你不会游泳，还敢往水里跳。大难不死，必有下回。大人，我没事了，你千万不要怪姐姐，都是我自己太不小心了。哎呦呦呦呦，好大一朵白莲花呀！哎，行了，人我救活了，我还有事，告辞。他怎么感觉变了一个人？我是从这里穿过来的，你应该也可以从这里穿过去。哇，哎，哼，先吃东西吧，吃完东西再说。吃完东西再说。这么年轻，这么貌美，
还有那么多的帅哥没有见过。小姐，你可千万不要想不开啊！每条是对的，每条是对的。听说沈将军一家都十分宠爱沈之欢，是不是真的？小姐，你的问题好奇怪啊。你就说是不是吧。当然是真的，老爷夫人可是把小姐您当掌上明珠宠着的，少爷都见不得您受了一点委屈。还真跟传记里写的一样。那沈家是不是有很多钱？我也不知道沈家有多少钱，不过老爷是镇关大将军，备受皇上器重，应该是有钱的。卓为将军，年轻啊，朕记得三年前你一举高中，短短几年变成了朕所倚重的首辅，我想本次春委由你负责，朝野上下也定能信服。微臣遵旨。另外朕看了各地御史的奏表，往年春委都有徇私舞弊的人，因此借本次春委好好查上一查，如有徇私舞弊者，不论是否是朝中权贵，皆要秉公处理，宁枉勿纵。是。小姐，我服侍您这么久，竟不知您的厨艺如此之好。吃都堵不上你的嘴。小姐，你都在这琢磨半天了，你到底是想写什么啊？和离书。和离书？姐姐既然想好和离了，那就趁早跟大人提了吧。毕竟谁都知道，当初要不是姐姐死缠烂打，再加上沈将军在皇上面前痛哭流涕，皇上也不会赐婚，大人更不会娶你回家。你不过就是个月季，皇什么？满身都风尘味，大人才不会喜欢你呢。你这里还轮不到你撒野。还有，我是当朝大将军的嫡女，家中只有兄弟，并无什么妹妹。你这么姐姐姐姐的叫着，不仅刺耳，还有攀权富贵之嫌。哟，今天怎么这么热闹？这是干什么？我们可是什么都没做。夫人，鱼儿卑贱，不该与夫人姐妹相称，鱼儿只是来感谢夫人的救命之恩，还请夫人千万不要和鱼儿置气。这么会演戏，金像奖都不够给你办的。自古有恩就得报啊。备好了。你这个小贱人一个，区区月季竟然还敢跟本夫人抢男人。我都这么凶了，他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？果然搞男人是没有心的。大人，我是真心实意来感激夫人的，夫人这么做难免会伤了大人的名声。就是啊，相公，你看我这嫉妒心多明显啊。你要把我给休了，或者我把你给休了，要不然哪个多嘴的把相公你宠妾灭妻的事情捅出去，那纵使你是高高在上的首辅大人，也经不住这么多人的指责呀。早就听说沈家早早给我备下了一个花名册，上面足足有108位美男呢。蠢女人，竟然想背着我去找别的男人，108个，他脖子上到底架了几颗脑袋？大人，就是啊，相公，你帮帮他吧，你看他多可怜呀。不
是不喜欢原主吗？爆发吧，生气吧，和离吧。我们可是皇上赐的婚，休了你便是欺君。放心，我会好好对你的。我以为你身手敏捷，会躲开的。我也没想到夫人腿上功夫这么干脆。哎呦，那大人好好休息吧。大人，不应该叫相公吗？你没什么事的话，就好生休息着，我就先告辞了。我还挺忙的。等等，这段时间是我公务繁忙，冷落了夫人。今晚我与夫人便把洞房花烛补上吧。洞房？不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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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可以做灵魂伴侣。我听说你兄长也参加了今年的春闱，但据我所知，这段时日你父亲可没少带着他往礼部侍郎周大人家里跑。要不要我好好查一查？如果我没记错，今年的春闱舞弊案一朝被人揭发，皇上因此震怒，严惩了很多人。若沈家也被牵扯其中，相公，我们不是一家人吗？一家人不就是应该相亲相爱吗？不是灵魂伴侣吗？怎么又一家人了？那是不是该好好准备一下今晚的洞房花烛？小姐，真好，你终于可以和大人一起圆房了。我来帮你收拾，是搬去大人房间吗？好什么好呀，快去看看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。这可是小姐一直以来的心愿呢，奴婢真为小姐高兴。什么可高兴的呀，你赶紧去准备准备。是准备洗澡水吗？我现在就去。哎，你瞎准备什么呀，我是不可能跟他圆房的。啊，你本就是我大哥的夫人，与他圆房合情合理，怎么你还不愿意了？大哥，那他应该就是徐元清自小养在身边的妹妹徐梦春吧。徐在路里说两人并无血缘关系，长相貌美，但是脾气古怪。如果我帮他找到婆家，那谢礼应该不少吧。瞎想什么呢，沈之欢。虽然你的确不怎么样，但是你既与我大哥为妻了，至少比大隋朝那些姑娘幸福很多吧。是是是是是，你大哥人中龙凤，我嫁给他简直是不知道修了多少倍的福气。但是吧。但是什么？丹珠，你先出去候着。你可知为何我与你大哥成婚半年了，他却从未与我同房？那可不是，我大哥对你还有你这副身体都提不起兴趣吗？哎，梦春妹妹，哎呀，这事儿吧，我确实有点难以启齿。这长得不好看又不是你的错，这有什么难以启齿的？这个兄弟真是，是你大哥，是他，他肾不好啊。礼部侍郎周开平已经私自把春闱尸体泄露出去了，不过哪些鞋子买了题，他又会脱了多少，查起来还需要些时日。这些祸国殃民的，继续追查下去。是。
沈之欢想救沈家，或许可以。大哥，这是我亲自为你熬制的药，现在喝刚好。我又没病，喝什么汤药？大哥，虽然咱们不是亲兄妹，但是这么多年了，我一直把你当成我唯一的亲人。其实吧，有些事儿你可以不用瞒着我的。孟川，你究竟在说什么？端着你的汤药赶紧出去。大哥，讳疾忌医嘛，你也应该为你的子孙后代着想吧。我就是肾不好吗？大夫说了，只要你好好喝药，一定可以治好的。这话谁说的？我只给你一次机会。是沈之欢。终于喝到奶茶了。沈之欢，啊！流氓！徐元清，你干嘛？我警告你啊，你别发疯，不然我不会放过你的。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也不想碰我。你别乱来啊！林静，坐，我护你风情。反正我就给同高，也没什么害得了我。等你30岁被叛军剁了的时候，就没有嘴巴说这个话了。为什么这个蠢女人一直说我30岁会被叛军剁了？他到底是谁？小姐，小姐，大哥，有什么事好好说嘛。小姐，大哥，你开门呐！如果我现在出去，岂不是坐实了我肾虚的传闻？放我下来！继续叫，他们什么时候离开？你什么时候停？我又不是狗，好端端的我为什么要叫？如果你不叫，我不介意委屈自己让你。哎，你狗男人。哎呀原来大哥没病啊。沈之欢这个女人就骗我。完了，这下真的完了。小姐，我应该怎么救你啊？救什么救？走了。别走了。别叫了。要叫也是你，不要叫也是你，凭什么都听你的呀？我偏叫。你把我松开呀，松开我。别吵。把我松开。不是，你把我绑着什么意思啊？我在想岳丈大人和你兄长的事。难道是为了春伟舞弊案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呀？前段时间我偶然发现岳丈总是带着兄长往礼部侍郎周大人家里跑，因着是娘家人的关系，我特意留意了一番，竟然发现了一些好玩的事情。那不靠谱的父子俩
不会真的被这狗男人抓到什么把柄吧？跟我合作，我保你沈家满门无恙，如何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啊，这就是你对合作者的态度啊？我可高攀不起。狗男人，冲锋陷阵的事都丢给沈家了。你躲在后面坐收渔翁之利，我不会让你得逞的。明天我无论如何都会劝说沈家父子放弃出面的。原来你打的是这个主意，夫人，时间不早了，该歇息了。明日还要回沈家。怎么，夫人舍不得我？哎，给我松绑！我看夫人平时行为举止怪异，也不像是躺着睡觉的人。放心，我会吩咐下人让他们不要来打扰。你回来，来人啊，给我松绑啊，来人啊，站住。狗男人，好戏就要开始了。老子给你们一刻钟的时间，都给老子关起来！都给老子听着啊！今儿个，俺闺女回来探亲，给你们一个时辰的时间，把所有的家具都换成新的。还有啊，那个香炉点上，那个链子拆了，换成东海珍珠串挂上。还有啊，俺闺女最喜欢吃的金边火腿，还有那凤梨酥，有多少准备多少啊？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干活去！
怎么一点力气都没有？小姐，大人给您备好了回沈家的马车，您还回去吗？现在什么时辰了？刚过午时。那相公呢？大人一早就出门了。哎呀，去夫人，去请点，这么多人，你给俺留点面子行不？当初我就不同意花儿嫁给那个什么首府，你偏偏上赶着皇室赐婚，人家给过你好赖没有？自从花儿成婚后，我这个当娘的见她的日子一个手指头都数得过来。我不管，这次花儿回来必须留她住个十天半月。行，都依夫人的，都依夫人的。哎呦，夫人，你这手劲儿咋就这么大嘞？老爷，不好了，小姐被绑架了。夫人，没事吧，夫人？弄啥嘞？这三千两黄金，老子的宝贝闺女，她是吴家的。夫人，没事吧？爹，所有钱都在这儿呢，但是换成黄金的话，还不到一千两。你说啥呢？老子打了一辈子的仗，这就才这点家当啊？夫人，你瞅我干啥啊？相公，如果能救欢儿，让你做什么你都愿意，是吧？夫人，你说这个干啥嘞？夫人，莫非你是有更好的主意？要不你去把花儿换回来吧。我值三千两黄金？你就是肥猫老大，俺妹妹呢？三千两黄金呢？切，俺家暂时凑不出那么多钱，你放心。俺爹可是堂堂的大将军，他就值三千两黄金，你们把他带走吧。闭嘴，当我是卖猪肉的还讨价还价？让我，别杀我，我们都交钱来，谢着他。闭嘴。你让我摁的这是啥呀？这是你们勾结周大人妄图在春闱上徇私舞弊的证据，我只要禀报官府，你们沈家就完了。你到底是谁？安妹妹呢？你把安妹妹藏哪儿去了？放心，我们都是有节操的劫匪，不会对一个小女孩下手的。撤。爹，俺们不会白白吵架吧？你说我啊，还说啥呀？老子能说啥呀？你这个不争气的，是让我下手，你还是我爹吗？要不是因为你这个不争气的玩意儿，老子能去找那个什么周大人吗？打的就是你岳父大人。女婿，你们在这儿做什么呢？夫人，小姐平安回来了。娘，花儿，没事就好，娘都担心死了。哎呀，娘，我能有什么事啊？你不是被绑架了吗？你爹和乐儿去赎你，到现在都没回来呢。什么？所以绑匪只是假借绑架欢儿之名，取得了你们私下勾结的证据。我勾结？我有那么严重啊？
岳丈大人，兄长，你们着实糊涂啊。皇上早就察觉到了周大人常年借春闱一事徇私舞弊，命我暗中调查。只是我没有想到，你们竟也参与其中。以前我的确打算给乐儿卖份靠剃，可这一份靠剃要100两银子，我也是舍不得呀。爹，原来你是舍不得钱啊。妹妹就值3000两黄金，我连100两银子都不值。爹，你也太偏心了。你这个臭小子，这个事情计较这些能行吗？好女婿，你来看我们这事儿该怎么办。照岳丈大人的说法，你们还没有取得试题、那应该不算是勾结。是，只不过有人已经盯上你们了，还取得了兄长的手印作为证据，就怕到了御前你们百口莫辩。不如这样，我们全家一家的家当1000两黄金都给他们了。1000两黄金？我在想岳丈大人跟你兄长的事，跟我合作保你沈家满门无恙，如何？不会有什么诡计吧？一定是徐愿清那个狗男人搞的，当面一套背后一套，真不愧是大隋第一奸贼。娘，我去找他们。不用找了，他们回来了。这件事情是相公做的吧？夫人是指偷玉佩、伪造绑架信，又是哥哥爹爹帮你搜集证据。没想到我在夫人心中的形象竟是如此啊。哼，狗男人，不然你以为呢？夫人果然聪慧，不过我做这一切都是为夫人着想。这又是什么鬼话？为什么？夫人，你想，倘若由你开口劝他们搜集证据，他们非但会深陷危险，事情还会闹大。如果他们因此而陷入危险，夫人恐怕是追悔莫及了。你会这么好心？既然沈家人已经淌了浑水，想完全脱身已是不可能了，不如暂且相信他，顺便拿回被敲诈的钱。那可是1000多两黄金啊，绝不能便宜了这个狗男人。我自然是相信相公的。只是之前赎我的那些钱就是沈家的全部积蓄了，相公您贵为当朝首辅，堆金积玉，这点小钱肯定不会看在眼里的。所以相公，你何时能把那些钱还给我呀？以前怎么没有发现夫人竟这般爱财？哎，人不爱财天理难容啊。和离后我还得靠着这些钱逍遥快活呢。蠢女人竟然还想着和离。要不这样相公，我去给你做些好吃的，你要是吃开心了就把那些钱还给我。好，就这么定了。
瞧一下。哟，这还是我那个是只不沾阳春水的妹妹吗？要不是亲眼所见，还以为是哪个明珠遗留成我妹妹的样子。老子的闺女到底还是长大了。闺女长大是好事，瞎矫情什么？老子心疼不行吗？快吃吧快吃吧。来来来来来。香果吃这块鸡肉，这个鸡肉老嫩了。红烧肉也吃一块，这个跟其他的味道一定不一样。我不习惯吃别人家的菜。哎，我怎么能是别人家的？我是你的夫人呀。对对对，快吃。好吃。快吃快吃快吃。吃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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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个相公，我们那个一千多两黄金。夫人放心，那一千两黄金不管是在徐家还是在沈家都是夫人的。吃吃吃吃吃吃吃。狗男人就是不想还钱，离必须离。花儿，不是说留花儿住一段时间的吗？怎么才短短半日就被带走了？也许这都亲自上门接人来了，能不放任吗？这，爹，美夫说的事儿，你是咋想的？你这个臭小子，你要是争点气，老子至于趟这趟浑水吗？爹，你又打我呢？我打你怎么了？我还踹你了？踹你，踹你！别打我！这古代的街道还挺热闹的。最近一直忙着家里的事情，没时间出来逛逛。应该有不少好吃的才对。闭嘴。我没说话呀。这马车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吧？啊！这大白天的，他们会闹鬼吧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燕尘，燕尘，这腰，这腿，还有这超凡脱俗的气质，我可……看够了。周大人，这可是100两银子，您看看这实际的事儿。终于想通了，舍得花钱了。想通了，舍得了。小儿自幼不爱念书，我又是一介武夫，只会舞刀弄枪，要想光耀门楣只有靠这个。1000两，这家长得忒快了吧。不是光耀门楣吗？那是自然，那是自然。快快快快快，请周大人喝酒。谢谢。来来来来来，爹，这钱可以找妹夫报销吧？去去去去去去。
在干嘛？回夫人，大人打算搬过来与夫人同住，这些都是大人喜欢的物件。谁允许的？我。相公，你住这里不太好吧？毕竟你可是个洁癖狂啊。那要不这样，你在这里住，那我出去住。皇上等着要春闱案的结果，具体的人员名单我也没有想清楚，夫人那么聪慧，或许可以帮我想想。又拿沈家威胁我。睡了吗？弹性的，这么好的面皮，要是能剥下来，绑个团扇、花鼓什么的，一定贼稀罕。你干什么呀？睡觉。吃烧鸡。他这是在撒娇。主子，已经放榜了。这边。名单上买过考题的人都上榜了，还有不少我们之前怀疑的考生也都。徐贼录中记载，徐贼其人貌似潘安，但性如白雪，常人不得触碰之，唯手下心腹燕城除外。难道他喜欢的人是燕城？啊！谁啊？谁暗算我？将军府沈乐公子拿下春闱头名、高中会员，听说已经有几位学子跪在宣武门前喊冤，将军府也被围了。什么？奔大人赖了。哎呀，打他，干嘛干嘛干嘛，打他，打他，打他，咋咋了爹？他们太过分了，我不就是考上个混院吗？以我的才华不是失职命鬼吗？怎么引起那么大的民愤呢？失职命鬼？哎呀，我打你个失职命鬼。你说的是啥嘞？我倒想打你。你太气人了。
是谁这么嚣张，把马车都停到宫里了？小姐，您实在不该出现在这里，万一被看见了，您就被当成箭靶子了。我有那么不知趣吗？我当是谁在这儿学狗挡道？原来是沈大小姐啊，那倒也不奇怪。这谁呀、啊？小姐，她就是燕青王府的九郡主燕萧儿啊。听说徐大人最近带了一位美人回府，要是本郡主没记错的话，你们才成婚半年不到吧，这么快就被相公给厌弃了，那真是可怜呢。还是穆郎郡主费心了，您啊一大把年纪了，还是先把自己嫁出去吧。你来人，给本郡主撕了他。皇上，这是近年来所有参加春闱舞弊案的人员名单，以及一些御史言官对礼部侍郎周大人徇私枉法的指控。徐爱卿为朝廷殚精竭虑，辛苦了。微臣不敢领功，一切全仰仗沈将军和沈公子配合微臣演出的一出戏。哦，皇上明鉴。众人皆知沈乐并无慧员之才，微臣索性将他推向这个位置，如此一来正好可以趁机揭露舞弊案一事。徐爱卿向来思虑周到，朕又岂会不知。传旨将礼部侍郎周开平及一众亲眷押入大牢。启禀皇上，九郡主和徐夫人在宫门外打起来了。可有人受伤？听说有人伤了。你给我下来，沈周妈！你给我下来！打死你！有本事别下来！你有本事晚上就在上面，有本事你上来！你笨手笨脚的。沈之欢，你有种给我下来！沈之欢，你给我下来啊！你给我下来！丹珠，加油！丹珠，加油！丹珠，大人，你快救救小姐吧！堂堂皇宫重地，这是在闹什么？规矩呢？徐大人，你来的正好。今日你夫人把我打成这样，一定不能轻饶了她。快下来吧。刚才踩着这些混蛋爬上来的时候，也没觉得宫墙那么高啊。现在知道怕了，刚才怎么不知道危险呢？你别在这说风凉话了，丹珠，快帮我把梯子拿过来。啊！你还打算在上面待多久？当猴子呢？跳吧，我在下面守着。相公，我们不是一家人吗？一家人不就是应该相亲相爱吗？嗯、不是灵魂伴侣吗？怎么又一家人？如果你不跳，我不介意委屈自己。让你，你，狗男人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谢谢啊。为什么打架？他说你嫌弃我，还在外面养了小三，还动手打了丹珠，我这才气不过才打他的。你看丹珠这个脸都是给他打的。怎么了？难道我说的不是事实吗？你就仗着首府大人和沈将军两个靠山，肆无忌惮欺负人。放肆！竟敢在背后非议朝廷命官，不想要命了是吗？你竟然信他？
不信自家夫人，难道信他一个外人？你们等着！哎呦，我的好闺女啊，你这次下手就是太轻了。爹，不愧是我山乐的妹妹，有文养，打架没输过。哎呀，我的好女婿，这次多亏了你呀，我俩不仅没有受到牵连，而且连皇上特别恩准乐儿到那个皇家书院学习，这都是你的功劳啊。爹，你别忘了，你可是被他骗了1000多两黄金呢。哎呀，这事不说了，走，回家去了。走。春维的事情已经解决了，你今晚应该会搬回自己房间吧。你干嘛？疼吗？嗯，不想留疤的话不要乱动，还以为你多厉害，还不是让自己受伤了。我都把他打成那样了，我还不厉害啊？好歹也是我徐愿清的，再遇到事若不能保证自己不受伤，便退一步回来找我。他这是在关心我吗？不会的，他一定是怕我丢了他堂堂首府面子。不识好歹。好饿啊。我这个美食博主自从来到这个鬼地方就没有好好善待过我的胃。好想吃一碗热腾腾的牛肉面啊。正好我也饿了，夫人，你会做饭给我吃吗？小姐，这是什么呀？看上去好好吃的样子啊！哎呦，你还真是个吃货啊！你还真在这里？你们有事儿啊？这么久了都没见过你来请管，老身便过来看看，你是不是不把我这老夫人放在眼里？你呢？上次的巴掌还没挨够啊？你放肆！他毕竟是我身边带来的人，打狗还得看主人呢。他的意思是你是他的狗。没有教养的东西。嗯，真当我和面的手劲是白练的呀？你怎么对老夫人这么无礼？你们在干什么呀？燕青。欧阳鱼，不是让你不要出来了吗？我实在惦记大人和夫人。燕青，你是当朝首辅，政事繁忙，要家规这种小事我能管则管。母亲大人，你若实在闲得无聊，我可以置办一些田地供您老锻炼。玉儿，我们走。饭做好了吗？哎呀，他们要是再多闹一会儿，面都要吐了。哎，这不是你的？小姐，这不都一样的吗？哎，是你的。姐，为什么我们都没有鸡蛋？
量大，我害怕到时候他说他饭都吃不饱，砸了我的招牌。开门。周大人，好久不见了。徐大人，徐大人，你替我向皇上求求情啊。那就要看周大人愿不愿意说实情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该说的都说了呀。区区一个礼部侍郎，居然敢连续多年控制朝廷科举，在各地安排自己的党羽为官。我已经掌握了确切的证据，经你手安排的官员已经控制我大隋三省的兵马，这可不仅是贪赃枉法，这是谋逆。周大人，这可是诛九族的大罪。大人，周大人，我说。要不我们睡觉吧。我突然想到我还有事要忙。实不相瞒，我还挺忙的。什么事？相公，你要是累了你就先入睡吧，不用等我，我先去忙了。哎，哎，地官，新鲜出炉的地官，好吃不贵，来左官路过，不要忘带地官，好吃不贵。烤地瓜吗？对对对，给我来个大的。好嘞。多少钱？这个小吃货还真是什么时候都不忘解释。谢谢您，小心烫。地瓜，地瓜。主子，我们要不要上去看看？走。徐远清那个狗男人肯定是听凭让仇家来报仇。徐远清小心。徐远清，住嘴！徐元清，徐元清，徐元清，我们可是同生死。
你干什么呀？嗯，他这是在撒娇。玄机，有意思，真有意思。你觉得呢？殿下，您为何？为何当街刺杀当朝首辅是吗？春闱案，周开平已经认罪伏法了，他徐彦清还是不肯罢休，还查到本皇子的头上，我怎么能不给他点教训？欧阳宇，你别忘了，当初把你安排到徐彦清身边，是为了让你帮本皇子拉拢徐彦清，让他为我所用。你不会真的喜欢上他了吧？我知道徐彦清是个可以高攀的知人，但你别忘了，君臣有别，他徐彦清势力再大，也不过是个想杀便杀的臣子，懂吗？大夫，怎么样？他不会死吧？剑虽然没有刺中大人的要害，但是伤口发黑，应该是被涂了剧毒，我现在也没有完全的把握。求求你了，大夫，一定要救活他！啊，医者父母心，我自当是全力施救。啊！大夫。啊，该做的在下都已经做了，接下来就看大人能否熬过这三天的凶刑期了。麻烦大夫了。哎，告辞了。书上不是说你十恶不赦吗？可你为什么拼了性命救我？难道书上说的都是错的？我警告你啊，你别反复，不然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你？小姐，大人这次拼了命的救你，你还要跟大人和离吗？我到徐府这么久，还是第一次见大人如此在乎一个人呢。丹珠，你到底想说些什么呀？小姐，你说大人是不是喜欢上你了？不可能，不可能吧。玄清，狐狸的尾巴总算露出来了。那天的刺客全部落网，但都在狱中自行了断，好狠毒啊！
我没打扰到你们吧？属下先告辞。我给你炖了排骨汤跟南瓜粥，你想吃哪个？夫人为什么，我就喝什么。谁说要喂你了？你心里说的，我听到。狂妄自大的家伙。看什么？谁看了呀？好歹是首府夫人，怎么能没有一件像样的首饰呢？这簪子很贵吧？应该可以卖不少钱。好好带着，不许卖了。这家伙是有读心术吗？夫子，不好了，夫人被抓走了，只留下了这个。他还是对欢儿动手了。大夫说你的伤不能乱动，伤口一旦裂开很难愈合。别废话，患儿被绑哪儿去了？玲珑阁三皇子的酒楼。走。该死，这是哪儿啊？花儿妹妹，是你把我绑过来的？你是叶千瑞？花儿妹妹不愧是将门虎女啊！整个京城，除了我父皇敢这么直呼我的名讳，你是第一个。不过我喜欢花儿妹妹这么叫我，显亲切吗？年纪轻轻就如此有你，你怕是古今中外第一人了。你找我干嘛？啊，那自然是有事要求妹妹帮忙了。徐首府来得挺快啊。这是周大人与三皇子就春文案往来的信件。这是从周大人家里搜出的收受贿赂的信件。里面详细记载了三皇子从中获得了多少。徐首府准备的挺充分啊。那又怎么样？叶千瑞，你不要乱来。好啊。只要你现在过来跪在我的脚边，发誓永远臣服于我，我便放了你。跪呀！等什么呢？徐元清，不要！你干嘛？看什么？圣旨到。
皇上有旨，宣三皇子叶清瑞和徐燕青即刻入宫觐见，不得拖延。二位大人，跟我走吧。小姐，丹珠，你来的正好，帮我尝尝这个味道现在怎么样？好喝，真不错，大功告成。哎，丹珠，相公进宫也有一段时间了，你去看看他怎么样了。是，小姐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都怪我平时吃的太多了。没关系，是我功夫练得不到家。你们俩，大人，小姐让您去厨房一趟。尝尝这个珍珠奶茶。这个是可以喝的吗？你要是不愿意喝，那我倒了。看来你喜欢吃甜的呀。不知道，除了酸味，我吃其他的都一样。怎么不知道自己喜欢吃什么口味啊？小的时候，徐氏不给我留饭，为了果腹，只能捡山上的野果吃。时间久了，野果的味道便刻在了我心里。也许他性格孤僻，是因为这个原因。什么？看在你又救我一次的份上，你等我一下。流心蛋黄酥，咸的；拔丝地瓜，甜的；剁椒鱼头，辣的；椒麻鸡，我少放了点辣，偏麻；清炒苦瓜，苦的。你尝一尝，看你喜欢吃哪个口味。反正别人我是不知道，每次我一不开心的时候就会吃特别多的好吃的。你要是不知道自己喜欢吃什么，会少了很多乐趣的。沈之欢，那个我们吃饭吧。皇上有旨，三皇子叶清瑞数次借宫闱一事，徇私枉法，结党营私，连累皇室名声受损，罚其前往封地，无照不得回京城。父皇，我冤枉呀！父皇，父皇，你见我一面吧。父皇，圣旨到。首辅徐燕青勇谋俱佳，忠君爱国，执政恭俭，特赏其黄金3000两，赐其尚方宝剑，望其惩奸除恶，护我朝纲。徐燕青接旨。谢主隆恩。Thank you.
人都走了还跪着干嘛？相公，皇上的赏赐是不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？咱们不还是没有和离吗？是不是也有我的一份？是吧，是吧？我只能读出沈志焕的内心，这应该是老天爷在帮我。今天一定要和他表白。相公，你要带我来的地方就是这里啊？怎么样，还不错吧？嗯，很漂亮。那便好。沈志焕，啊，带你来这里其实是想告诉你，我是一个正常的男人。虽然我的身边一直围绕着许多莺莺燕燕。铺垫那么多，是要休掉我了吧？相公，你不用跟我说那么多，我都知道。你真的懂吗？我知道，你们这个时代有三妻四妾很正常，更何况你又是堂堂首府大人。没关系，我可以让位，我们好聚好散。沈志焕，我不打算放过你。可你不是讨厌我吗？我讨厌的是以前的沈志焕，你不是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你和他除了这副身体哪儿都不一样。这么诡异的事情你就不害怕吗？以前不怕，现在开始我不害怕。怕？怕什么？怕你和我去和离，怕你去找画名册上那些美男子。他不会是在跟我表白吧？是。是？是什么？我总感觉你总是知道我心里在想些什么。欢儿，我只求你能够留在我身边。这就是表白吧？这可是我的初吻啊。欢儿。嗯，算了，谈就谈，不管你以后是忠臣还是奸臣，哼，你就是我沈志欢以后的男朋友了。干杯！小姐，这些都是你做的？是我跟相公一起做的。那我可得好好尝一尝了。嗯，快吃。嗯，这个好吃。尝尝这个，这个也好吃。今天早上我发现了一个东西，我读给大家听。和离书。以后不许再提和离。嗯。
既然在这里我已经找到了爱情，我就为了他留在这里吧。嗯，